刻舟求剑。有一个楚国人坐船渡江，船正在江中行驶着，他一时疏忽，扑通一声，将随身所带的宝剑掉到江里去了。他马上在船舷上落剑的地方刻下一个记号，并且自言自语地说：我的剑是从这里掉下去的。船在江中行驶了好久，终于靠了岸。他不慌不忙地从船上刻着记号的地方跳下水去寻找宝剑，结果捞了半天也没捞到。他没想到船离开落剑的水面已经很远了，凭着船上的记号怎么能找到剑呢？